洗衣粉虾，它就是这个头里边确实有一点洗衣粉那个味道，然后身上的肉是很嫩很嫩的，然后有的还带滑，有的肚子上带籽。这个里边就带花，里边有根虾线，吃的时候去一下。都是熟食，都是熟法压炒的，直接给你们做好的，然后回家开袋就可以吃，或者热一下更好。现在有不少都带黄了，我现在特别爱吃底下这籽，这根大虾线。